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卷第六百二十二面，啊，六百二十二面。 切好，从当中下半看起，从静定啊，静定者，其心清净，寂然不动也；安乐者，安然自在，任运常乐也。 接着，前面，我们学到的是自然保守、真真洁白、志愿无上啊、静定安乐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。 静定安乐，经文上这个四句非常重要，我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啊来学习，特别是自然保守，保守什么呢？真真洁本。啊，这真心呢。 啊，怎么样能保持？志、嗯、愿无上，这是自己觉悟了；念念想帮助别人觉悟，啊，静定安乐了，是我们的目标。啊，我们自己希望得到。 也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得到静定。意思是，其心清净，既然不动，这是真心。啊，我们要知道，会动的是妄心，不动的是真心。什么叫不动？ 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叫不动。这个不动啊，分三个层次：不执着，这点小小的不同；不分别呢，这个不动的等级提升了。 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才叫真不动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阿罗汉跟菩萨，比凡夫、比天人来说，他们心不动了。我们这个心乱糟糟的。 如果要比起佛，那他们的心还在动，只是很微细的动啊，像水一样，它有很小的波浪，还是有；凡夫大风大浪，叫波涛了，海啸了。 现在变成这种可怕的程度了啊！真心永远不动。慧能大师说的很好啊，本无动摇啊！这在佛法里面称它做自信本定。这个定不是修来的。 啊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它是自然的，它不是修得的。只要你把那些动放下，它就不动了，不动就现了动是假的，它是生灭法，所以可以把它灭掉。啊，真心不是生灭法。 所以，他的不动的那个清净相会显现。这是功夫。真正修行人就想修这个东西啊！静定的作用就是安乐，安然自在。 任运常乐，这个安的意思很深呐、啊。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。 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什么都不缺呢？自信里头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样样都具足。 具足万事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他一样不缺，就在我们眼前。啊，你看我们的眼前什么地方缺了一块？ 啊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这个大地无缘无故的就沉下去了，叫天坑呢。这是不是缺了一块？没有，你看看天坑那个底还在，嗯，没缺。 无论是极乐世界，无论是阿鼻地狱，全都是自信本自具足，这样样不缺啊。这些境界不同啊，为什么不同？念头不同啊！你记住一句话。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是大乘经教的核心，那就是佛讲的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你想什么就现什么，你想安乐，安乐就在心间；你想悲伤，悲伤就在心间。 你想极落世界，极落世界在现前；你想山崩地裂，山崩地裂就出在现前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啊，极落世界是什么念头？仁义礼智信是极落世界，自然。 啊，翻过来，不仁不义，无理无智无信，那什么世界？是我们现前的世界。这个景观真存在吗？佛告诉我们不存在，假的，幻象。 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没有两样啊！你要明了事实真相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，这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做不到。 为什么呢？习气太重了，不知不觉，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，不知不觉嘛，念头就生起来了。所生的念头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反复的念头，自私自利。 啊，圣贤的念头全部是利他，利他是善呐、啊，自利是恶，不善呐、啊。利他是假的，自利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 啊！但是外面境界变化确实跟着你的念头转。啊，病苦现前了，灾难现前了，不善的念头所变的；天堂现前了，极乐世界现前了，是你的善念、净念所变现。 一点都不稀奇，无有一法不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全世界。只是我们迷失自信，叫粗心大意，啊，都在眼前，没离开我们，可是我们看不到。 我们没有觉察到，没有体会到，这问题在这里。这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。 啊，今天就有安乐的现前。换一句话，我们的心静不下来，定不下来，那就是烦恼先前，安乐就没有了。安乐是从静、静定来，与环境不相干。但是初学的人，环境会干扰你，你习气重。 在环境的里面，你做不了主，你心随境转，那你都要练。真正会练的人，他不离开环境，为什么呢？他要在环境里头锻炼，那叫真功夫。那环境再好，不起贪念。 环境再坏，不生烦恼啊！在环境里面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是善缘是恶缘，他在里面干什么？他练静定，在这个里头练这个功夫，这这叫真修仙。 这种人叫上上根人啊，净土跟密宗说实在的话，他们是同一条道路，同一个目标，手段不一样啊。无量法门归拿到最后。 就是三门，总的来说就三门。这个三门就是绝真经。啊，禅宗走绝门，信宗做绝门，教下从解门啊，绝真经啊，解门就是正知正见。 啊，天台、华严、法相啊，这一些通通是做界门。啊，第三个呢，就是进门。啊，进门是两个，一个是密宗，一个是净土。 你比净土更清净，因为净土回避染污的我回避，你不回避啊，所以他是尽中之尽，那个难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学密早年老师告诉我，学密。 成就就成佛了，不成就就地狱去了，没有当中的啊！不像玄宗，玄宗不成就不至于堕地狱，成就也不至于成佛啊！你看，你王生西方极乐世界最普遍的人数最多的凡圣同居图。 不想灭、啊，灭的成就肯定在施暴土啊，他不可能在同居土，在有方便土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密难了、啊，太难了啊！他财、是名、食、睡，通通在面前，他一点不拒绝啊！啊，境界现前，真正不染。 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你成就了；他的金定成就了，真经典。啊！净土中的经典，那是比较比较一般凡夫是经典，比上差远了啊！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学学这个命是多么困难。 啊，为什么他学不成功会堕落？财是明是睡里头，他有没有贪心？他生不生成慧心？他有贪心，恶回道；他有成慧心，地狱道。啊，境界在面前。 不容易呀、啊，那叫真功夫啊，那个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学密成就的人少。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 他到临终的时候，他念佛，他不用密，他多念阿弥陀佛，告诉我一天十四万声佛号，啊，一句一句对等着念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间断的，啊，一天十四万神。 啊，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他学过禅，学过密，学过教，最后归净土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是的，学过密，学过禅，学过教，最后跟印光大师学净土。 啊，通通都学过之后，对净土死心塌地了。啊，其他的全都放下了，他的心境定了，安乐就现前了。安乐不在外面了。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我们自己烦恼习气中。没实在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，环境可以帮助，找一个安静的环境，不算闭关。 就算是住山，在从前，在山上建个小茅棚，啊，住山不是别管初学的人是不是候呢？不行。我初出家的时候。 已经修复七年了，可以讲十三部小经，啊，讲的听众还都能欢喜，发言还挺深的。有这么一个缘分，台北有个居士，名字我都忘掉了，六十年啊，五五十三年前了。 啊，他有个别墅在山上，日本式的建筑，后面有个很大的防空洞，啊，是在二战时候建的，美国人轰炸台湾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建防空洞，防空洞外面建个小房子在山上，环境很幽静。啊，胜利之后了，战争结束了。 他们不住了，他做生意，啊，来给我说，那个地方想供养我，让我在那里进修。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，<laughs> 李老师笑笑说故：“古人闭关住山呢，是有条件的。” 我向老师讲什么条件？自己已经得定，已经开悟了。得定还不行，一定要开悟。啊，什么悟啊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哎呦，这一下就把我给给给逮住了。 要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为什么还要去闭关了，去住山呢？佛法是师道，总不好意思说我已经明心见性了，我可以做你们老师，你们来跟我学了，这话说不出口啊，这太傲慢了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哎。 我宣布闭关，我宣布住山，住茅棚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，我学习已经毕业了，啊，我在官方里，我在山上等，等什么？等你们来请我下山，啊，红发立身，的，你教训我。 请你出山呢、啊？这么个条件。老师又说了，你有没有听说，佛门赵州八十有新居。赵州和尚八十岁了，还在外面参学、啊。他为什么不去闭关呢？他为什么不去住山呢？没有开悟啊！没有大彻大悟。 就是学生的身份，你要到处去参学啊！我这才明了。啊，可是我们同届的啊，刚刚受戒完了之后啊，哎，有这个机会啊，就跟我的缘分一样啊！哎，他们都去闭关，都去主山去了，啊，老师不答应。 还要继续学习啊！所以我出家受戒之后，我出家两年才受戒。受戒之后又到台中跟老师啊，满足十年才离开。没有开悟要跟老师的不能离开老师。 啊！离开老师，我们会走错路。啊，在现前这个环环境，你很不容易把持，所以一失组成千古恨了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李老师要求我的是跟他五年。 啊，我跟他一年三个月就出家了，没有满五年，啊，所以回到台中之后，要把这个时间补出来，啊，五年我觉得很有受用，啊，跟他在一起，那就是机会教育，有很多东西是没法子说的。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自己要会看，你要会体会，啊，你才能得受用。五年满了，我自己感觉到不够，跟老师报告，我再住五年，就我跟老师十年离开他，啊，老师点点头笑笑，要不是不是他要求的，我自动提出来。 更要厚，更要扎实啊，你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到八十五岁了，我还没住过山，还没有闭过关啊。我我明白了，我没有条件没有这个资格了啊。到处讲经教学也是属于残学。 为什么呢？教学有相长，啊，讲给别人听，自己也有进步，啊，这是每个人教学都有这个经验，啊，我们从教学当中去求学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专修静定安乐呢？ 那这是缘分，这个缘分我相信，佛菩萨会给我们安排。啊，我们自己要、啊、什么做的时候，不太妥当。啊，一定要佛菩萨来安排。 我们看底下经文，一旦者，指某一刹那间。因此，无上啊是行不到处。啊，无上表这个意思。故无形成可及，你没办法计划了。啊，无上是行不到的。 那是明心见性啊，没有期限可言，只有在无心三昧中。嘿，这个很有味道了。啊，那个无上有没有办法达到？有，要在无心三昧中。这什么话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 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叫无心三昧呀。起心动念就不行了。<的>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能做到做不到？为什么？真正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个宇宙法界不见了。 啊，什么时候这个境界现起？整个宇宙没有了，自己身体也没有了。可是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。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，能想象得到。 啊，为什么那常寂光的境界？啊，自信认为有自信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寂的。我们只要看到有现象存在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没有断。 啊，前面我们所说的相、似相、虚相，啊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接，就好像看电影一样，你只要看荧幕上画面都在，它在动，啊，们没定下来。如果一定下来，画面没有了，啊，画面没有了，就是荧幕上一片空白，那就是自信显现。 那就叫见性。见性之后，不动是见性，动还是见性，不是？你透彻了解了吗？啊，动与不动都不放在心上了，这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了。啊,啊，那个作用叫妙用。 妙用是清净安乐啊！清净安乐四个字，你没得到妙用就没有，你的用会生烦恼啊！凡夫的作用生七情五欲，菩萨起的作用生智慧，决定没有七情五。 到底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见性没有形成可技也没有期限可言，只有在无形三昧啊。高峰禅师的话，突然粗拙碰触，摸着。 向上啊，关了死。这个东西比喻就好像保险柜上那个号码，哎，一下调对了，这一对了，马上一拉就开了，很轻易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刹那相应，就近心圆，切入礼业性。净土中讲的礼业性不乱。 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你不要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是障碍。那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能随他去，那自然就碰上了。哎，那就非常有可能。 啊，我们自己要具备什么条件？具备一心。啊，我们常常讲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叫一心，就有这个机会。啊，那我们在应酬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好方法，妙方法，也是古人教给我们的。你一看见什么人都是阿弥陀佛。 你看到什么寺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这就不妨碍了。看见我喜欢的人，阿弥陀佛 <coughs>；看到冤家对头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把一切分别执着全打掉。啊，我六根所接触的，通通是阿弥陀佛。 这样念佛，纵然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大彻大悟，给诸位说，两三年功夫成片是决定成就。有功夫成片了，往生就自在了，什么时候想去，就去得了。 修行功夫不得力的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放下，没有放下的这最重要是情志。这是最严重的。啊，明文立阳还比较容易放下，啊，情志太难了。 啊，破除这个障碍的方法，确实观念改变过来。啊，这一切人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呢？你说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；你说是假的，他就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你自己做主宰呀、啊，不是别人做主宰呀、啊。别人做主宰就困难。 啊，要自己去做主宰。所以这个事情不用问人，你问佛菩萨也没用处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没有叫你去找别人。 啊，反求助急就对了。所以，刹那相应，这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啊！不知道在哪一个刹那，你一下碰上了。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样。 我们从五灯会语言里面去看，一千七百这个例子，啊，开悟的例子，没有两个人是相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念念都不相同啊，没有相同的念头啊，啊，哪一个念头的语言跟你相应了？ 一下就就通开了啊！你一关就打不回来了啊！所以平时心越清净，这种机会就越多；心不清净，妄念很多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！开悟心一定要清净啊！念佛。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新的接近境界，这个方法非常之妙。顾云，一旦开大明彻，开始新开，真心出现了，就新开了。 啊，那我们的现在心是闭塞的，啊，被什么东西闭塞住了？被齐心动念分别之处。只要有这些东西，心就开不了了。心一开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。 你看到亲近真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过去所谓的然污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染污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生灭。啊，阿赖耶有染污。 有神秘，本性是本质居住。阿赖耶里头没有居住功德，居住烦恼习气，居住一切恶邪种子，他居住这些东西。 啊，自信本无动摇，他确实是坚定的，所以坚定是真心。阿赖也是动的，念念生灭，真心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阿赖也没有这个能力。 但是阿赖也能够变万法，让这些法产生变化。它不能生，它也不能灭，但它能变。啊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那他有这个本事。六道轮回从体上讲，跟一真法界无二无别。 那么我们真正做功夫，功夫的核心，我们讲修行，啊，修行功夫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这两个字：经典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佛说的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修禅定，啊，是用八万。 四千不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啊，全都是修禅定。禅定是什么？就是静定，静是真心，就是本自清净，定就是自性本定，本无动摇。那我们修这个东西。 就是找真心啊，把真心找出来呀、啊。忘心暂时放下，哎，真心就暂时先去。你放下一分钟，他就吸引一分钟，就有一分钟的静定安乐。你放下十分钟，你就得十分钟的静定安乐。 那对于身体健康有大帮助啊！那一个人二十四小时忙碌，能够有十分钟的静定安落，他就那么，这个这个疲劳就可以恢复啊。然后你就晓得，释迦牟尼佛。 跟这些菩萨罗汉、祖师大德，他们为什么能够不疲不倦？没有别的，他心静定，他享受的就是安乐啊！我们今天心不安了。 心不安，身就不安了；心不安，妄念多；身不安，是病痛多。道理我们真搞清楚了，我们真正相信不怀疑了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，那对我们有大利益了。 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个地方讲讲的真好。刹那相应之后啊，救急行缘切入离心，这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 啊，八万佛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啊，目的全是在此地。啊，开了，了达了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啊，下面明是明白，如星心明月，动然。 明白了，却是透彻，之彻悟。啊，所悟者何呢？只是自然中自然相。这个意思深。 啊，自然中自然相在哪里？就在面前。阿罗汉见到了，菩萨见到了，佛见到了，我们凡夫没见到。为什么凡夫见不到？ 凡夫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妄想执着放下，就见到了；见到什么？见到还是这样的。你所见到的六根界、所到的六尘境界，全是自然中自然相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丝毫做作。 我们观察一个鸡蛋，这个大家很清楚啊，它为什么能孵出小鸡？打开鸡蛋里头，蛋白跟蛋黄，找不到任何东西。为什么孵出来的小鸡啊有？油 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里面有五脏六腑，怎么变现出来的？科学家也做不到。啊，自然中自然下。 你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齐心，不动念，这个里面的现象、提向作用，你完全通达明了。啊，还有更微细、不可思议的，毅力成沙。前面在经上我们读过。 尘毛，尘是物质现象，最小的物质，啊，微尘。毛是什么？我们汗毛的毛端，啊，毛的尖端。这是讲什么正报最小的，用毛端做比喻。一报里头的对微尘做比喻。 前面我们读过，古大德说：“毛尘之微点，毛很小很很小，城也很小，它是很多很多微点聚集成的。那个微点当然比毛尘更小。” 啊，黄年老在注解里面讲，近代的科学家、物理学家发现的中微子，啊，大概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极微之微，没办法找到更小的了，就发现的中微子。多大呢？他用一个电子做比喻，电子也很小，肉眼看不见。 啊，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 <coughs>，中微子的体积只有电子的一百万啊一百万亿分之一，那么小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。 它里面居住了色受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呐、啊。啊，我们听了这个话，就想起来《心经》上常常念的“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”，应该是指的这个。我们都没想到，啊。 度一切苦厄，你要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。所有一切妄念全放下了，苦厄不就没有了吗？苦厄从哪来的？不向妄念生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你，都是你自己生的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我们不会怨天尤人。 就不造这个罪业了，啊，不去责怪别人了，只要自己在境界里学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真修行，真功夫啊。 啊，那么自然中自然相，念老在此地还举楞严经啊，一个公案。啊，如说楞严经，狂人迷失本头，狂走寻迷是不自然。一旦狂歇，歇结菩提本头完在何等自然？这就。 自然中，自然相来。这个比喻的好啊！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这一段的故事，<coughs> 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 这是给富罗纳尊者啊，答复斯罗纳富罗纳尊者的问题提问啊，解答里头引用这个例子。富罗纳问得好：无始无名是什么时候起来？ 为什么我们还有无寿命？那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为什么会起无寿命？啊，所以佛经上这个无名上加个无始，无始生命没有开始。 没有开始，什么意思？假的不是真的。真有开始，有终结，那就变成真的了。有始有终啊，没有开始。所以，局也若大毒、迷头人影这个这个公案来证明。 啊，炎热大多，他迷了，啊，头不见了，到处问别人，我的头在哪里？啊，这个比喻我们换一个例子，诸位就更好懂。 啊，我们小时候正是跟日本人打仗，抗战期间。那个时候我们念小学，啊，抗战期间小学五六年级就高年级就有军训过程。啊，这在平常的时候绝对没有。 啊，五六年级接受军训课程，啊，学校里穿制服，戴戴帽子，啊，上学的时候先上操场，操场，啊，有教官，啊，教官那个时候都是低级军官来担任，啊，多半是排长。 <laughs> 来来来做我们的教官，啊，教我们紧急集合，啊，时间三分钟，哨子一吹，三分钟服装整齐，啊，大操场集合，队伍排起来，哎，就发生啊迷头人影的这个现象出来了，啊，有同学。 身上穿的很整齐的时候，帽子也戴在头上，到处问别人别的同学：“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？有没有看到我？”慌慌张张在找帽子，别人指着你头上：“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”一摸，果然如此，这叫自然中自然下。你说这个谜有有开始吗？是有原因吗？没有啊。 我如果我们说，可能他紧、太紧张了，啊，出现这个现象，啊，在紧急集合这种事情常有啊，常见的，呵呵佛就举这个里头例子呵呵，你看迷人迷失本头，狂走寻迷，不自然。 他戴着帽子找帽子，啊，到处问别人有没有看见，啊，人家指着你头上，不戴在头上啊，所以一旦狂谢，哦，一下明白了，帽子是这在头上，谢界菩提。 本头万载，何等自然？啊，这个谢界菩提，就像《法华经》上，师尊所说的：“直直不虚说，放下便是。” 不用说，你把你想说的、你要说的放下，就是你说什么。禅宗里头有两句话：“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就这意思。你开口动念。 就是狂走寻觅，就不自然了。为什么？你念念所求的，它就在当下，就在面前。只要你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它就是的，何等的自然。 我们今天的毛病出在哪里了？就出在起心动念，想去找，想去得到，啊，帽子戴在头上不知道，想去找，想赶快戴上，啊，没想到本来就戴上了。 啊！你想求智慧，你放下智慧就先去你想求福报，你放下福报就先去你想修德能，放下德能本来就是不用求啊！啊！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精彩的表演。 啊，人人都求求不到，他什么都不求了，一切现成的啊，五祖就选上他了。为什么？他狂谢了。那别人，别人狂没谢，还到处在乱找，在乱钻啊，而不知道本来就是啊。 这个真妙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何等自然，这一句话讲的太好了，能所不二了，什么都是现成的。又如古德悟时月，开悟的时候。 开悟他说什么？原来四故是女人做的，四故是比丘尼。你后藤自然的、啊。又说：早知灯是火，犯译说多时。这都是禅宗开悟的时候说的话。 灯跟火是一不是二嘛？犯熟是什么呢？就是觉悟啊！你本来觉悟啊，不是现在觉悟啊？为什么？根本就没有迷雾，迷就是迷头认眼啊！言若大多，迷头认眼。 啊，所以真的本来就是，一切法本来就是。啊，比丘尼是女人，等即是火，君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是性。第一个自然，自然中是性；第二个自然是相，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真如自性呢，在哪里？就在思想上。 在哪个思想上，一切思想上，通通都是啊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万法每一法里头都,都是。” 你还找个什么呢？自信在哪里？自信在我身上啊！自信就在桌子上，自信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没有一法不是啊！把这个人切成肉丁。 自行在哪里？自数点里，每一个都是，每一个细胞都是，啊，每一个原子都是，每一个小微子都是啊，这个小微子，实在不可思议，啊，是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。 不是一百万分，一百亿分之一，一百亿亿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啊！这个中微子具足色受相性时啊，那个色。 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受想形式变现出来的。没有受想形式，就没有物质现象。如来问弥勒菩萨，问得好啊！心有所念，这个念里头有几念？几相？ 几时？啊，弥勒菩萨的回答是一弹指，有三十二亿百千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色，就是物质现象；形皆有识，识就是意念的现象。 就是首先现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啊，都是个有机体就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啊！所有物质现象。 都会看，都会听，都懂得人的意思，都跟着人的意念在产生变化。啊，这个还原观上讲的清楚。啊，还原观，你看讲这个本体。啊，这学里的讲本体，没有他讲的清楚，一个。 自信清净人民体。啊，这是本体啊。那它其二用，二用什么？一个变出了宇宙，第二个变出自己，自己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 啊，你有没有记得哪一次做梦没有你自己？你想一想，有没有做梦有没有自己的？那肯定有自己嘛，自己是真报，梦中环境是异报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先有真报，后有异宝。啊，就做梦是一定先有自己，然后有梦见。 但是它太快了，好像同时出来的，啊，其实还是有些后的。啊，梦中确实啊，你要知道做梦的时候，那就梦外面境界就随你的意思去转了，转的可快了。啊，这种现象。 在催眠的时候，你也肯很,很容易看出来，催眠身体倾向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山呢？哎，他就会一回来啊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啊，他说他就转了吗？念头转的吗？啊，你有没有看见菩萨了？哎，我看见了。你不提醒他，他说他他不知道；一提醒他，他就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马上就现象。 啊，证明了静随心转呐、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、啊，我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了。啊，头一个，控制自己身心健康，清静安乐，这可以做得到的。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控制自己了。 无意当中，你自自然然的，这就是自然中自然下，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控制了啊，控制什么？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啊，众人有灾难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灾难不严重啊，比如地震。 啊，你心是定的。别人家地震的时候，啊，什么墙壁东西都倒下来了，啊，桌上玻璃杯子掉地下去了，你也是一样，感觉到都一家东西都没动。啊，桌子上摆的东西没有移动，你感觉到一点震，但是你家里好像平平安安，没有出什么事情。 那什么，你这个小区不同。如果你的功夫大，啊，你修行的功功夫得力的话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一里、二里的范围没有大难。功夫再高的，我真的十里、一百里的范围不受在那，完全看你的定力。 看你的功夫啊！啊，真正有功夫、有大福德的人，啊，他居这个地方的时候不会有灾难。啊，道理就是：静随心转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定的。 啊，所以你得的果报是安是乐，啊，安乐是果，静定是因的，啊,啊，所以，然后你真正明白了，万事万物无一不是自然中自然之相。 啊，下面还都是禅宗的话。又如为物者，啊，凡夫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是凡夫啊。那么觉悟的人呢？觉悟的人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啊，山也是幻象，水也是幻象。 啊，正如好的是科学家，他看山是什么？啊，无非是一些原子、电子，他看这个东西了。啊看谁的，看谁也是这个东西。啊，随着他心念，他看外面境界就不一样。 彻底悟的人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那为什么恒顺众生？你们说是山，好，就算是山吧；你们说的是水，好，就算是水吧。啊，不必去相争啊，相争没有意思。每一个人说的都没错，你站在某个角度看，你在某个程度看，当然是一样。 啊，彻悟的人晓得，你看的是一面，不是面面都看到啊！啊，就像瞎子摸象一样，啊，摸到大腿，这像像像什么？像柱子。摸到耳朵，像像什么？像像个本鸡。啊，摸到尾巴，像什么？像像个扫把。这、这、这、这说的都没错啊！ 啊，没有看到整个的像啊，他只摸到一部分了。你不能说他错，也不能说他对。啊，这彻悟之人，高峰禅寺曰：“原来只是旧时人呐、啊，不改旧时行旅处。” 这个意思，念老师，只是任就，何等自然。”这个话，不是真正彻悟，说不出来。 就是人是谁呀、啊？真如自信、啊。的能信能变呐、啊，从来没有改变过啊！啊，万事万法了，是他所信所生。俗 所现所生的只是幻想。刹那不住。啊！不要以为它真有啊，没有啊！真有的是自信，永恒不变，永恒不染啊！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自信，我们这个身心。 是他变的，山河大地是他变的，所有一切众生是他变的。我们认为这个是自己。如果你认为能变的是自己，那所有现象都是自己，就是人啊！就是心理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自信。 现象作用丝毫没有改变的。我们今天看到有前后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有设防，有远近。 真正觉悟之后，时间、空间都没有了。时间没有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存在了。那就是不改旧时行旅处。 同一个时空啊，叫知是认旧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只要认旧了，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。 啊，人就是肯定了真心，真心在启用，启用里头有觉迷，这佛法界，迷是另外的设法界。 真正通达明了的人告诉我们：你无二，你无一体啊！这是圆满的回归于自信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长期光景。 在这自然下。即自信清净本然之实相。下面举个例子：山水、男女、经时、旧时、旧时是过去，等等，夜夜无非。 色相正因之所以，嗯，全是摄像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啊当下即道啊。这道改一个字，大家就很好懂了，当下即行。 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啊！这个道就是心呐。即事而真，这个真也是讲的心，一个意思。啊，即事就是心。啊，这真正明心见行了。啊，夜夜皆是清净。 本然，夜夜皆是自然中自然相也。这是你用清净平等心看到了清净平等的宇宙，看到了清净平等的法界。 这个法界里头，无佛无众生。为什么？佛、众生都是假名，都是我们给他安个名字，他原来没有名。啊，真像老子所说的：“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 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,啊！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这才叫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呢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是一个一真法界啊！是我们迷了之后。 啊，岂料分别执着，啊，把它区别这么多啊！一个地球，地球就一个地球啊！要分什么这个过那个州，不都是人干的事情？分就分吧，分了又打架。那、啊、界限没有了，不见，但就不打了吗？只有界限就打架了吗？啊，全都是人自作自受。 啊，不分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一分就不自然了，毛病就出来了。啊，人与人要是不分，那都是相亲相爱呀、啊，啊，就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啊，那多圆满呐、啊！啊，这一分可麻烦大了。 啊，一分就搞对立了，啊，就发生冲突了，发生矛盾了，发生斗争了，啊，那都是完全都是不自然，所以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啊，你只要肯顺自然，顺自然就是顺着大道走。 谁肯顺自然？给注释，觉悟的人顺自然。越是觉悟，就越随顺。啊，诸佛菩萨随顺自然，所以诸佛菩萨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诸佛菩萨。 绝对没有给一个对立的，没有，不会给一个人对立，不会给一个四对立，也不会给一个五对立，啊，他完全是圆融的，他的心永远是静定的，所以。 他永远是安乐的。佛如是，一切众生无一不如是。佛给我们讲真话。 所以，自己要自爱呀、啊，不要糟蹋自己啊！不自然就是不自爱了，不自然就糟蹋自己了。所以，这个自然多重要！ 啊，大乘佛法没有别的，不就学自然吗？啊，这一段经文里头出现了八个自然。啊，下面给我们解释根这个根本，啊根，啊根本的问题。 一切诸法之根本自体，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论。哲学家在找宇宙万法的本体，找了这么多年，找了这么多代，到现在没有结论呢。 啊，有很多种说法，没有一个说法了能令大众心服口服，没有没有一个。啊说的都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，啊，但是听了都不服啊。 实在讲啊，把本体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真的就是大成就。连今天的科学哲学都讲不清楚啊，但是我们很佩服他，已经慢慢可接近了。 越来越接近。啊，今天科学家能发现佛所讲的阿赖耶，阿赖耶是从真起了个望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真心妄心。科学家把妄心找到了，但是妄心怎么来的？ 就是妄心的本体没找到，啊，他只说了，这个妄心是无中生有，啊，就是意念他们讲意念，啊，佛法讲的更清楚，受想行识，佛法讲四个字，啊。 他只讲形式，啊，讲意念，啊，这个东西确实是从自信里面出来的，自信是空的，但是自信不是我。因为他能生，他能现，所以不是我。 可是，自信空寂，自信确实没有一切现象，所以说他无，说他有，也不为过，啊，也能讲得通，他确实有这个现象。 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说他空，不能说你说到无呢，也不能说他空，这妙啊！是不是？要很细心去体会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法。 是从他而生的，大日金玉，一生与二生。乃至无量生，同如本体。这话说得好啊，本体。 是我们的真身呐、啊，是我们的真我啊！这个身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啊，这是真我。啊，一身二身，一身是自，二身是他，有自有他。 乃至无量神啊，身就是一个形体啊，人有个形体叫人身啊，畜生狗有一个狗体叫做狗的身啊，小鸟我们看到鸟的身。 啊，蚊虫蚂蚁它也有神,神，树木花草它也有神，山河大地它也有神，它的一个形体就是神。啊，我们能看得见，能摸得到的神，同如本体，都是本体所生。 此证明根本之意、啊。有本者本心，即本源之自信，有本性乃固有之心得。啊，又有根本，这个有“有”字至关切要。这就是本有啊。 如狂人只有本头，决定是有，不从外得。啊，这就是本体本有，万事万法它有根本，这个根本就是自信。也叫发现。也叫真心，也叫本心。 啊，佛对于这一桩事情用了几十个名称，都说这段事情啊，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相？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方便啊，告诉你，不要执着名字像，名字上是假的。 你从名字里头误入真实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叫制作名词像，不叫你制作言说像，言说是假的，所有现象都是假的，你得从假的里头就误入真实。啊，一切假象里头有真实。 一切假事里头也有真实，没有来，你要看到真实，叫见相啊，见性不着相啊，不着相你就见得性了，着相就见不得性了，啊，着相生烦恼，见性生智慧，着相你就受苦。 见心你就快乐啊！静定安乐吗？啊，所以最可贵的是你在相里头见到性。古人有个比喻，所谓“一斤则气气气皆静”。 啊，把金比喻做本体，比喻做性。啊，气呢是想。气做种种不同的花样。 啊，早年我们在美国，啊，同修留的一位陈居士，陈大川居士，啊，他做珠宝生意，啊，不是真的，假珠宝，啊，镀金的，他、嗯、是真金镀金。 啊，有一次，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工厂。啊，好像现在工厂在杭州，啊，在萧山、啊，规模很大，小全世界。啊，我看到的是大概总有二十年前了，参观。 展览室，啊，里面写首饰，一个是一个花样，没相同的，大概有一两万个。哦，那一看的时候，真是是满屋放光啊，金光闪闪呐、啊，琳琅满目啊，非常漂亮。我觉得比真的都漂亮。这个东西销令，行销量很大。为什么丢了就算了？ 它它 <laughs> 不值几个钱，啊，一副耳环、手镯、项链的时候，十十几块钱，啊，所以丢了不心痛，戴起来真漂亮，啊，你不知道那是假的，啊，所以那个行销量对全世界效应太大了，啊，那一天跟我也有十多个人跟我去的。 我说：“大家来看，我们天天讲比喻，以金做器，器器皆金。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啊！你从器上看到金，你就见性了。这房子这么多，有是有什么？只有一样东西，黄金。除了黄金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看到性了。如果你看，哎，这是一副耳环。” 这是手镯，这是项链。黄金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这没有黄金。见相就不见性了。我们今天叫迷了，所以叫迷色自信，不知道心在哪里，心就在相里头。所以明心见性的人，这个老和尚问他在哪里啊？什么样子？ 随便捏一个比画一下，一切事嘛，哪样不是啊？啊，老和尚啊点头就给他印证了，啊，这个人明心见性了，啊，他真见性了，真见性之后，人不一样了，为什么呢？在一切法里头，六根。 戒除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如果还起心动念，没见到，为什么？他着相了，着相才生烦恼啊，着相才有分别执着啊。这见心的人不可能有分别执着，啊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刚才讲了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心是定 真正是静定，他的心态是安乐，你能够看到他的静定安乐啊，静心才有。迷失了自信，绝对没有；迷失自信，迷失的太过分了。现代人叫心浮气躁，一个人坐在那里都生烦恼。 你你什么烦恼？啊，一个人坐在那里，生什么烦恼呢？他大妄想啊！所以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过不去啊！你看，这自身烦恼吗？那、啊、这叫迷得太深了。 啊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帮他破迷了？叫佛菩萨慈悲讲经说法啊。所以迷得重的人，最好的方法，天天听经，听上个三年五载，他自自然然烦恼轻，智慧长。 听个十年八年，他得三昧了。啊，不必听各种不同的经，那个效果不大。为什么呢？每一部经，里头讲的意思不一样。要听呢，就听一部。啊，像刘素云居士，十年就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 他得定了，他开悟了。任何一个人，十年把功夫用在一部经上，没有不开悟的。啊，开悟好啊！开悟往生，生十报土；得定往生，生方便有余土。没有开悟，没有得定，往生。 生凡圣同居土，啊！虽然到极乐世界，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啊！你所享受的待遇、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，那是阿弥陀佛慈悲加持给你。 啊，不是你自己那个自然里头生出来的，不是的、嗯，阿弥陀佛给你的，啊，也有受用，不太自然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十年的时间，下十年的功功夫，我们都能够其如自然中自然相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 是，十宝庄严土啊，上品上身呐、啊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上品达不到了，是取法乎上啊，上得不到啊，仅得乎中啊，我还能得中啊？啊，那中就是得定啊，得清净心啊。 方便有余土，啊，方便有余土是得定的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根本有根本要肯定，对这桩事情不怀疑，啊，我们有没有有，根本就是本源自信就是本心。 就是心得啊，也就是发现。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个佛就是根本。记住啊，本来是佛了。记住啊，放下便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 啊！我感恩老师。我们讲他。那、啊、我坐对面这个墙上挂的就是老师的照片，每一天学习都看到他，都向老师行礼，啊，念念不忘。 老师的教诲，张家大师，我们见面第一天就教我放下，就教我看破。啊，原来放下就看破了。你为什么不能看破？看破是智慧。那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你没放下，放下就生智慧。 啊，看破你就更能放下。我才明白，我们从初发现到如来地，修什么？就这俩四个字啊！看破帮助你放下。我们现在学习经教，帮助我们看破。看破了，我们就放下了。放下又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 就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，从出发心到如来地啊！张家大师没有保密，把这个方法当时就传给我。我那个时候二十六岁，啊，我这个看破放下搞了六十年了，啊，所以这些经的时候，我看能看得懂啊，看得出味道出来啊。 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欢喜。啊，一天不吃饭不睡觉没关系啊，一天不读音，这个日子过不下，过不下去啊。啊，所以这些经文你读的时候读不厌，越读越欢喜，法喜充满。啊，静定安乐都从这儿得来。 这是佛菩萨留给我们的无比无上的恩德了。我们要知道感恩，那感恩就要学自爱，就要学自重，自己要尊重自己，自己要爱自己。 啊，自己要、啊、相信自己，有根本，有佛性，有真如，有般若，我真有啊！我只要把这些障碍放下，它通通现前呢、啊，我怎么会不开了？ 啊，这些东西现钱了，也就有方法帮助别人了。啊，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经、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了四十九年，一天都没休息。你要问他。 一天讲几个重点，可以说，从早到晚，除了每一天早晨出去徒步那个时间之外，都在讲解。啊，徒步是一堂功课。 什么功课表演？做给一般社会大众看的，叫一般大众看这些人，这些人真有智慧，真正是幸福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生活那么简单，三衣一钵一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 其落无比啊,啊！所以世尊给我们实现着，示现看破放下，在表演着给我们看了，真放下了，了真看破了，真真得大自在啊！无量智慧，你有疑难杂症去请教他。 啊，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啊，这是智慧。无论什么人，无论有什么苦难遇到他，他没有拒绝的，这是慈悲。 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慈悲。啊，佛过世之后，经典流传给后人，后人真正依教奉行，如同佛在世没有碾压。 佛菩萨去我们不远了、啊，我们有心亲近，他就在面前。啊，这儿的两句，决定是由不从外得，这个两句非常重要。 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需要到此。